我是李飞白，欢迎来到王者时刻。兰陵王新皮肤墨迹交锋上线已经十天，却遭到无数玩家吐槽，昂贵的价格，拉胯的特效，完全配不上1788点券。在众多网友反馈后，策划终于对这款皮肤进行优化。然而王者荣耀一贯的骚操作又来了，告诉你什么叫反向优化。原本玩家对新皮肤开启大招时出现的暗影效果相当满意，可策划硬生生把这个效果给去掉了，这波操作简直热到飞起。其他还优化了被动加速时的脱尾特效，以及局内武器适当增加玫瑰花瓣效果，后面的才算是正向优化。本次官宣除了优化墨迹交锋外，还优化了另外几款春节皮肤，改善李白荣耀典藏的建模，以及二技能五把剑的辨识度，诸葛亮的石与沉思优化头部建模，公孙离的奇血灵柱的海报重绘，增加更丰富的粒子效果，被动应急特效重做，增加更多的雪花元素，减少皮肤存在的锚点。对于皮肤的优化，此前墨子的龙骑士与金属风暴还是相当不错，鲁班的电玩小子手感上佳，希望策划坚持后面这种认可的优化方向。欢迎在评论区讨论，记得点击订阅，你的关注就是我创作的动力。